好好的学佛念经。大家记住了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菩萨，真的有啊我们看不见的东西。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啊，一定要啊自度度人，自己救，而且要救别人。你们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会救我们的，你们眼睛自己都看见了，你们好好的念经吧。我告诉你们，等到医生经常可以说没有办法救你们的，你们一定要找师父，听得懂吗？啊啊！一定要好好修心念经啊！你看看师父今天跟你们讲佛法，佛陀观世音菩萨一直到现在特别开心。今天又是佛陀的啊诞辰日，所以我们伟大的佛陀还有观世音菩萨都来了，我们多么的幸运啊！你们当中有没有师父讲法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感觉有一段时间特别舒服啊？观世音菩萨撒了两次曼陀罗花给你们了。你们试试看呢、啊、你们回去家里举照片的人家里都会有好转的啊，多少次了，每一次法会之后举照片的人家里回去都会有好转的。你们记住了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你们也要有求必应啊，听得懂了吗？好好修心啊啊！师父是真的也是很舍不得你们，明天我就要走了吧啊，所以以后啊，经常的要念经啊，希望师父的法身经常能够到你们梦里来。其实师父真正的救人还是靠法身的啊，你不信你们试试看吧。你看你们在这里的，就是不管是新的修心的、旧的修心的，你看有多少人做梦做到师父啊？你们举手给大家看看看，你看看多少人呢？看见了吗？好了，希望你们好好修心。叫我看上去像十三岁了，好好努力了，好吧，做观世音菩萨的好孩子。今天在母亲节啊，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母亲，那就是我们永远可以，她可以陪伴着我们的母亲，那就是天上的观世音菩萨。我们一想到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解决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的靠山，观世音菩萨最大慈大悲救度我们的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好好努力了，一直给你们加持。今天曼陀罗花也领到了，加持也加持过了，你们现在每个人都很热吧？啊，你知道我今天给弟子不是天天拜师吗？我不拿手给他们加持吗？加持完之后，我的手啊，整个麻哦，哎呦，这个能量就这么长哦，我自己都看见这个能量哦，这么长哦，所以我积蓄了很多，现在给你们很多。热不热？好好修心啊，是吧？要给师父争气，要给菩萨争气，好不好啊？